女神群区担任知名眼科机构的品牌大使，身穿一身酷帅的特务装，出席了23号的记者会，分享近视雷射手术的感想。他坦言，在手术之前原本有点紧张，不过透过了医师专业引导，心情放松许多。一身特务劲装，跟着节奏跳起帅气的舞蹈。啦啦队女神圈圈担任知名眼科机构的品牌大使，她说做近视雷射不像最近频繁的地震让她感到紧张，医师贴心的寒暄让手术过程感觉相当迅速。让我最安心的地方是他们会看着那个荧幕告诉你说现在这样没错没错，维持得很好维持得很好，然后你就会知道说你照着医师的步骤去做的话绝对不会出问题。根据国际近视研究学会调查，台湾近视人口比例名列世界前三，18至24岁高达73%的人有近视，因此民众对于近视雷射的需求也自然提升。眼科机构总院长张朝凯表示，全飞秒技术发展至今已超过10年，而新一代的技术将单眼雷射时间缩短至10秒，手术伤口小，恢复快，疼痛感也较轻微，就是十几秒可以结束，病人在心理上的负担会少很多，配合度也很高，整个手术的成功率就会提高蛮多。那因为伤口很小，复原很快，所以呢，可能在1-2天内呢，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就可以回到工作的职场。近视雷射让人享有更方便的生活，不过医师也提醒，每个人的角膜状况不同，雷射手术前的评估也相当重要，千万不能轻忽。记者综合报道。